先行倒在地上，这是 EDG 一波反打的机会，电波再次入场，开启大面，他如同天神下凡，交掉了 Q 这边在观望，第一波进场，加料只炸到了一个狗熊，加料回身已经被打断，我这波再跟铁卡到位了吗？下一个是谁？卡卡利用这俩扎人了，先把熊给宰掉，皮特交出自己的闪现往后拉，但是巴泽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定住了两个人，接不到了。 后头直接瞬间融化，英雄联盟跟喜欢成了一个恐怖游戏。后腿这一波真的下的不轻，雅高在上程度以后，输出现在估计感觉在这打。太惨了，这场比赛已经变成了一场屠杀。血清程度就是高，对，魔法打谁就一直打，连血清程度都要比的吗？这个一二赛区是吧？打了多长时间啊？一塔还没。